係一首點講呢，我唔知道你眼中愛情係乜嘢。呢首歌演繹嘅方式，愛情其實係好脆弱，脆弱得好緊要。咁你認為愛情係乜嘢？其實可能你會覺得，可能我要海枯石爛，可能你要霎時感動之類問題。但係呢首歌最後嘅歌詞，淨係講一句説話，就係、是、一氣者中藝術，若果只是漫長隱養，應感激中心的伴侶。係啦，咁希望如果大家仲係拍緊拖，至少你哋仲一齊緊嘅話，好好咁珍惜你身邊隔離嗰個，送俾大家陳奕迅《遠在咫尺》。Thank you。我幾乎唔記得點唱呢首歌。是否当作想法不对，都寂寞，是否你变令人快乐，还是我最美选择谁，同样背上这焦虑，同偕白首会是谁，这结尾很变后后悔，很短暂，狂热留下得一杯冷水，仍明是可歌可泣的一双一对，长时期吃个玩乐新鲜感减退，同情笑下去，同时疏下去，难道有规矩，假使你是情侣，假使你共同一起生活里，同样会记挂他身于此尺，心于千里，不可抑压像流水，相信我为谁厮守终生死去，在我感中找乐趣，全民望到你共睡，美满地相亲相宿，生生满万岁，想保来游乐场上亲亲宝贝女，让日历一天一天真的可倒退，从头来与你代入他的轨迹里，谁人会被拒，谁人作伴侣，难道有规矩，假使你是情侣，假使你共同一每记挂他身于此尺，心于千里，不可抑压像流水，想想我为谁厮守终生死去，在我感中找乐趣，得不到得不到，当不知怎算好，一起即使的天荒地老，可以整啲呢段，一起会闹情绪，分开了为何意会生命里，谁是我最爱的，应该一个，应该三个，应该数到像流水，数数到白头终止一生之旅，尚有几多新伴侣，一起这种艺术，若果只是漫长隐忍，应感激忠心的伴侣，这首歌讲的嘢是两个人一起途中一定会有很多诱惑，会有很多诱惑，不同的
即係點講咧？可能你同一個女朋友一齊，你曾經中意一個女仔，你好想同佢一齊，佢咁啱又喺呢個時間 ，OK， 可以同到你一齊，咁你究竟會點樣選擇咧？係啦，咁每一個人有唔同嘅選擇啦。咁啱啱唱。